以后飞黄腾达了，我绝对不会忘记你的。你也贪吃奴婢，那还敢背着我勾引十三？那我是不是还得感激你啊？事情都变成这个样子，又能改变什么？你要是犯错，对他来说的话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得多疼啊！不疼，真的不疼。我不是说过不许任何人进来吗？你为什么还乱闯？别求我，想跟我抢？你有资格吗？让我好好想想，我该怎么惩罚你好呢？赤着脚从这里走过去，就能和你心爱的十三阿哥见面了。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。被抛弃过的女人，不得不想得周全一些。我给你这个机会。你想杀了我是吗？我杀呀，我杀了我就别想知道他是谁。这里还不够安全，别的妾十三个就不会有人告诉你，再也不会找到他了。想要的永远得不到，不想要的却偏偏惦记着。人啊，一辈子就这样，我们就各走各的路，各受各的苦。